没有，两边都是哦，两边都是被边站，老贼被边站，所以这场看不到战士，那也是小。某部分来说，应该是蛮多人会蛮开心的。一边是保德，一边是保贼啊。那时候上个礼拜我一直看到泰勒这种鬼子操作，对我保贼，但我三场都不上贼，我那时候吓了一跳，我的确吓了一跳，用鬼子操作。那时候，反正就人家告诉我说，可能是心理战的一环。我心理战的一环吗？对啊，可能是 bluff， 或者是他可能把一些打扑克牌的一些技巧应用在这个游戏上面，也有可能。你看这边也是没有上贼嘛，这边也是德鲁伊直接开出来。德鲁伊内战，哎、欸、对，嗯，等一下我还帮别人做笔记。他一边是德列树，一边是德列子。好，两边德鲁伊内战差别是 Sandon 多了一张那个糯米，是啊，还有伊利斯，还有伊利斯。所以他的哦，所以时间等到是比较大的。哦，多利伊斯比较多，他有伊利斯，有糯米，然后有三加流斯跟那个石费，两个都有伊利斯吧？哦，没有，又不要、啊、那个泰勒没有，嗯，泰勒没有伊利斯跟糯米，然后变成说，我看一下时间等是少哦，时间等是少人，有点卡住，没事，嘴瓢，任人都会好不好？时间等是卡了那个、少了那个神的精灵。好像是插在这张，神盾精灵还有野性之力嘛，两张拿去换的那一组伊利斯加诺米是，就是我觉得这神盾就打到最后面的话，它的波数就是很多啊，非常非常多，它多两波，嗯啊，多两波。那弗洛普的应用的话，就是弹性，就是我在我可以我可以弗洛普就是手牌少，我可以弗洛普复制再复制，然后呢，我可以弗洛普配保瑞斯，弗洛普加那个伊利斯的应用嘛，就刷两波什么的，嗯，那。那其他的弗洛普也蛮有弹性的啦，因为他有三四种选项可以去做选择。好，没关系。刚有人生机器，他先要来讲几句话。谁生机器？嗯，你等一下，哦、你等一下旁边这位生机器。哦，我哎、欸，旁边怎么多了一个人？哦，吓了一跳。嘿，你好，喂啊，你好，嗨，哎，请问是林主播吗？哎、欸，是，你好，哎、欸，好奇怪哦，哎、欸，啊，怎么突然换人了？早知道我刚刚那一串不要讲了，有点尴尬。你刚刚讲什么？哦，我刚刚什么都没讲。我刚刚说我很喜欢你，我很崇敬你。OK， 我很崇拜。我刚刚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刚刚聊天是有一个名字是 Blood Trail 的，就是名字是致敬成泰的那一个 ID。啊啊、在我面前放了一把枪，这也放了、啊、我就捡起来、啊、然后就开了一枪、哦、你直接开枪了，这样我就被大家扫射了、啊、我应该就被大家扫射了。没有，是这样子啊，有时候我们说了一些话、哦、我们就不要去认他、哦、OK、哦、当作不知道，反正我是复制他的，你是复制他的嘛，对吧，对不对？然后就有另外一个就是 M 开头 E 结尾的、嗯、胖胖的贴图说我截图了。好啦，看这一场 Tyler 跟 Saranda 0-3跟2-1的对局。零杠三，哎 ，Saranda 也0-3啊？哎、欸，你为什么说也呢？欸、因为你才刚破完一组0-3，两个那个顶下对决啊，古有顶上对决，现在有顶下对决啊。崇哥真的是这个狂怒战的这个代牌挺痛苦的，怎么样都过不了，就可惜啦，差那么一些，就是差那么一些，打谁都没办法打，差那么一些。对，那、Tyler 的话，你昨天应该是没有什么空看 ，Tyler 昨天也打一手神奇的一手，多神奇，就是致敬 Shout to 我大 Roger， Shout to 我大 Roger， 就绿色的神灯，绿色的完美就丢出去了，然后能够 Shout to 我大 Roger 的很少，对吧、啊？他现在是罗杰粉丝团的这个越南分部部长，因为我大罗杰打错的每一手都是够疯的，都是够疯，打到那个精神失常那种的。然后他赛后就讲啊，直接承认，对不起，我是打错、哦，他是直接承认打错了。但是后来的时候，其实他那边打完也没差，就是继续战怪，然后让自己 tempo。当然，每个打错的都把说自己没差，因为他最后还是有赢。我大罗杰也是说自己没差，对不对？他后面每一手都是哎、欸、进这张，哎、欸、这张可以打、欸啊。后来他还是赢的，对，他还是赢的、啊。那是就是然后两度就是对手都是负一，伤害都负一。哦，然后真的两度负一、啊，真的就是，然后他这样都能赢，就是那可能这副牌强嘛，就德鲁伊嘛，对吧？啊，跳织布，哎、欸，不跳织布啊，这边应该是，哎、欸，搞错，
他要硬跟哦。当丢，这样子还是可以把这一天的任务解完，只是这样就少抽三张。啊，对，就是少抽三张。好，那可以接受，可以接受，但我比较少这样打。进度会慢很多，因为我觉得这样很不舒服，嗯，很不舒服。德鲁伊那张我太吃那个抽牌了。对啊，因为我觉得德鲁伊的内战里面比较好的不在于那个，其实我不知道，因为不在于水晶的涨，我觉得没那么重要，真没那麼重要。我觉得过牌，然后我觉得德鲁伊返场其实蛮强的。嗯哼，对，就是你去硬跟这一个跳费用，可是你亏掉了一 turn 的这一个。大补牌，甚至还可以去打阿努比萨斯防卫者的这个机会，對對對對，变成好。那你刚刚过完了水晶，就你现在也什么都没有做啊？我觉得是他，因为刚刚手上有一个五费了，自身支持他这样做了。嗯，不知道，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德鲁伊其实真的不用急，就是不用像他这样子一定要硬跟什么，我跟了才能打。但他如果最后还是能赢，那他牛逼啊！所以我不知道。德鲁伊这套牌，就这种任务德有没有？就是比较急啊，沉着冷静。在按嘛，哦，应该是打蜜蜂。主要是有这个涌泉，然后你先就算先扣了一点伤，那你也是有机会去丢一定的绿洲去打返场。哦，你很沉着冷静诶，你很适合当一个德鲁伊玩家。哦，我最近真的很认真玩，很认真玩德鲁伊，很认真。然后我打，但是我打破我自己的 rule， 你知道吗？我很难受。rule 就是我打破自己的规则。哦，打破自己的规则。你会进晶体吗？不是，你是不是很想选市长？不是，为什么你这一定要这样子中英混杂？不是想选市长，我是想选总统。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就是我其实原本是就是发过誓，发了什么事？再也不要玩这个 Control Warrior。Control Warrior， OK。对对对，但是我最近实在是。施主为何立下如此毒誓呢？因为那一套牌就是恶心，非常恶心。这么恶心啊！啊，最近为何打破了这个规矩？就是因为被控到头歪掉了，受不了了，也想恶心别人。对，我想要去恶心一下。啊，你看他刚刚这样子跳完费用回来，好，你说对方敢做什么很大的事情吗？他也不敢乱做。对啊，对啊。本来这就是要慢慢打的一个对局。嗯，就我觉得这个需要很多冷静。对，但是好，他硬跟的结果换来的是他能够。就其实你场面也没那么好。对。或许你可以先，我可以先九，我可以先十，可是人家牌就比你多，解牌也就比你多，那你可以打，人家也可以跟着你打。对。然后你的手牌比较少的情况下，你先打十，你一定的东西一定是比较烂的嘛。对啊。而且 Tyler 我们昨天就看过了，他就是没有糯米的。嘿。也就是说你。与其这样子，你要面对的是对方是有糯米的 ending， 人家多你一波。对，你就算跳到费用好了，那人家有糯米，你还是要把这个精神拿来解这边。我比较不喜欢那么快去跳费用了，只是说像我刚刚讲的 ，Tyler 他有一个五费的那个阿努比斯什么的去支持他，我就觉得好，那勉强可以接受吧。这个我觉得真的。就是有糯米这边，因为同样是慢速对局 ，Surrender 只要一波一波打，Tyler 就是顶不住。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他可能也是这样想，那既然本来就劣势，那我干脆就拼快一点。能稍微理解啦，因为只一旦打到这个大后期是真的，但是因为拿到了这一个什么维多利亚之心，不知道我。我忘记这一颗天生机叫什么，反正就换成天生机。维尔纳、维多利亚之心，维什么什么之心啊？就是有了这个效果之后，像滋补，甚至是蹲一个这个。啊哈！你知道德鲁伊那一段最重要什么吗？是什么？学习教我们的，学习就是开蹲不出来，就是可是不出来，就是开蹲。对，学习的打法，反正我就不出来。学习就是这么的沉着冷静。嗯，包含我们之前去泰国，我们去韩国比赛的时候嘛。奇怪，已经到机场了，还看不到人，一打给他，还是很沉着冷静哦。哎，你怎么还没到？冷静点，冷静点，大家都冷静点。哦，好厉害哦！我已经飞到韩国了，再打给他一通。哎，啊，你人呢？冷静点，我不出来。对，你们都冷静点。他就是这个战斗德鲁伊罗蒂的这个真人版化身。对，那三四天他就像这个罗蒂一样，没错，一直蹲着。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不到我对，你看不到我，但是我不出来，我有毒，然后我还有法杀，对我好厉害，对我很牛逼，我很牛逼，只是我不出来，我是大师，对我是龟骂子啊，但是你看不到我啊，秀了一手，
就是德鲁伊一个专业玩家的该有的成熟人。对，你看他现在架在那边，你现在也拿他没有办法。对，也拿他没办法。要我就是跟他粉身碎骨，不然没办法。但是在有这个任务之前，其实大部分罗蒂都只是拿来就是蹲一个或只是冲刺，很少会有人去记得他是有法伤的。对，他法伤真的是因为有四选一，四选太强，四选太强。做这样的换，老实说看不太懂在换什么，因为你这刚刚如果那张罗蒂不是可以直接愤怒点掉吗？你听懂我意思吗？哎、欸，你说的很棒。对 对, 對，我说的很棒，对不对？對，我是不是真的蛮棒的？我想说打这壁，不知道打这壁是什么用。你多两个意义是怎么样？多两个青春豆是不是？不知道这样子意义什么意思？哎、欸，其实平常想，以他刚刚这个手牌数，就是他刚刚能够法奥瑞斯王铺一波东西，已经是他极限了，是不是？能做到的最强一波了。但是 Surrender 除了糯米，他也有法奥瑞斯王。对啊，因为你有的，对面也有嘛。那大哥也说啊，法奥瑞斯王就是在为了打战士而多放的一张牌。其实平常想，平时几乎用不了。用不了。而且我觉得啊，没很强啊，我真的觉得没有很强、啊。你像如果他打战士的时候叫六，然后他可以用那个佛洛普做第二波，第二波的时候蛮强的、啊。可是你可以用糯米，然后用佛洛普再叫一波糯米、啊，那为什么要法奥瑞斯王？我是觉得多放的话可能就真的多了。多放的话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觉得两张我要选一个，因为。人家想说，可是打快速对局没有，那拿糯米也没用 啊。那你又放两张、啊，那不是更没用？糯米又更慢了。对，糯米其实又更慢。我会觉得就是走一边，因为其实为什么我觉得糯米比较好，是因为它起飞，你打完你还有可能，比如说你打完、可以做一些小东西。对，你还有可以做一些事情去，比如说再打个愤怒什么的，再解掉一个台面。如果你还能扣什么鬼子启动打到后面，还可以。糯米的缺点就是要抽干了，要抽干，对，因为太慢。但是法奥瑞斯王是中间就能下，对，就差异。差异只在这边，只是就是你很多时候叫顶多就是叫个两只，我觉得那个破坏力可能我自己不爱啦，对。那大家加厚的，如果只是专精制，但加厚一定会摆。加厚是什么？结婚了是不是？加厚。牌组加厚是不是？把牌组的质量加厚 ，OK。因为你一直那个中文跟英文一直不断的出现，我在想会不会台语也出现。就是 play Hearthstone 的时候要想一下 get out 这样。get out，get out。我那 deck 要 get out。deck 要 get out。对啊，的确，但我就觉得厚过头了。嗯。啊，因为东西其实有点太多，但。也就是这么，也就是 Sander 的牌组这么厚，让他在这个对局来说，让我们看到打半数对局，对，让我们看到好优势的感觉。嗯。什么事呢？但我怎么每次听你笑都笑得很猥琐？我不知道。刚刚有人攻神我说，就是都打糯米了，还要再打。我刚刚不是说七飞还可以做，对，然后还要打愤怒去抽牌，因为都已经那个集体了。对，那我要平反一下。好，对，打愤怒不一定要抽牌嘛，啊，可以打四点，可以结场嘛，对不对？没错吧？不是一起的吗？对，就是打结场，你是为了结场，不是为了抽牌。对啦，为了结场。但可以吗？可以啊，当然可以啊，也 OK 吧？当然可以啊，像有些人去那个便当店有没有点了个便当，他都不吃，哎，你为什么来便当店点便当不吃？他说我不是为了吃便当，我是为了花钱，对不对？同理，像我一个朋友也是啊，那就可能太胡乱，不然我一个朋友也是啊。那个订机票、不退票啊，也不去飞的。我们要出去，我只是喜欢订，我喜欢订机票的感觉。我也只是喜欢花钱。哎、欸，听说有比赛，好，那我订机票。哇，你要跟我们一起去哦、没有啊，我在家睡觉。就是你，他可以拍一组 vlog， 就对、欸。我看了看我的劳力士，看劳力，不是为了看那个飞机的时间，对，只是为了不经意的彰显。对，我不敢出门。我看了看上次订的机票。对，那有钱人的生活嘛。对，就往往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嘛，我没办法去。我没办法去，我毕竟不是嘛。对啊，因为有些人可能想抽牌，我们想结场嘛，我们比较朴实一点，都不一样。现在的状况大家也看到，就是从。水晶树一直跟的情况下，牌差一直就是这么大。对，你每一回能做的事就是这样。这个差别可能在于 Tyler 的那个一开始的一个选择，因为你场面的争夺，其实德鲁伊内战打来打去就是绿洲涌泉元素。但我平常讲，你站住在这副牌，并不是有特意要去走 token 那种系列的。对，情况下你站住几只怪，对方也不是没在怕。是，对，因为他们都有放凶猛狂豪吗？如果有放的话，其实他们的坦度真的很厚。对啊，他们好像是都没放的那一派，因为有些人有放，有些人不放。因为你现在你一个第一个字不住打那么急，你这边凶猛好，你也好不起来了。对啊，
你也可以小豪啊。小豪是赛车的那个。对对，这样还听得到。对对，这样还可以，这样还可以，你也蛮不容易的。讲完为什么很尴尬？有点尴尬，不知道为啥，有点尴尬。接到小豪，但是想不到下一句了。小豪之后不知道怎么办，小豪不知道怎么办。或者是就是变成工商另外一家。你说包膜那一家，包膜那一家，很厉害，厉害了吧？肖老师，对，强强强强，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固定班底，希望你每个礼拜都能来。哇，你这强制发人哎，受不了。啊，解一解。好，这个，哎呦，他选择是帮罗蒂普。要给一个尊重吗？可以，其实可以给一个尊重，就给一个吧。给一个尊重可以再打三跟零。嗯，我是说，如果硬要去解这个罗蒂的话，可以把这两只都解掉，然后就自己占一只，应该没错吧？三跟零，就是星云，然后这边有一只这个月莲德鲁伊，是不是？这只长得很像。嗯嗯，对，是月莲德鲁伊。这个三倍的，然后可以去冲那个树，然后把五月打出去。罗蒂感觉还是要管一管，或者在想说他这个织布他想留，那我觉得没啥问题。慢慢磨他吧，因为泰勒这边已经快被磨平了嘛，他的那个资源越来越少。我只在想这个罗蒂还站着情况下，你直接打法欧瑞斯好像不太好，会不会太容易？这个场面等于没打。哦，但他直接打好像也蛮强的。因为其实你还可以去慢慢积你的本钱嘛。嗯。那你也知道泰勒没织布了。嗯，对啊，所以你也不用怕他说，哎、欸，我他突然补资源怎么办？他如果突然补资源，你可以举手叫裁判，不可能。OK， 不知道那就很那还要裁判有没有说过？冷静点好不好？冷静点好不好？你这样好像有点太针对了。今天是怎样啊？今天是怎样？有人今天是全面开没有你太针对了，你太针对了。没有针对啊，对不对？都那么久以前的事了，还要跟人家互相仇恨，对不对？然后他最后选择的还是做了这一组 play， 就是把水晶打得更干净，连那一组愤怒都按掉，场面也压住了。嗯，因为本来我就想说就，他是保了这个月圆德鲁伊用掉这个愤怒，我原本想说哦占一只，可是费用有够，那好像也可以打。场面还不错啊，其实场面很棒，他是多按了一个愤怒嘛。嗯，那这个愤怒你虽然是多按，可是你也做到补牌哦。对。就是距离他的糯米已经干嘛干嘛指人家头什么意思？糯米是谁？糯米哦，糯米哦 ，OK， 英文是不是？糯米应该是吧？糯米的糯米的英文很难不是糯米吧？我其实不太知道英文，我第一次看到人这样叫，糯米，听起来蛮可爱的，蛮亲近，糯米，好像跟他很熟一样，然后很熟一样，就好像是女儿还儿子，糯米来讲分了，就每次比如说举例像前段时间那个 Jeremy Lin 林书豪有来我们的这个电竞馆这边有做活动之类的，我举例而已。比如他来就是，今天书豪有来，等下你跟林书豪很熟是不是？没有，我跟林书豪就两个字这样叫。我知道林书豪，像之前那个也有，我之前在 JT 的时候，对对对，就是说，你有遇过周董吗？我都有遇过啊。你说杰伦是不是？对啊，他说你都不跟他打招呼，我说我打什么招呼？他说你可以裸他腰，小周什么的，我要神经病，装手装爆，装手装爆。啊，这边叫了三只，两只废怪，还有一只大青蛙，大青蛙还不错，体质还可以，屁股比较大一点。嗯，大青蛙解了，然后不好解了。天生技，你知道他会不会以后改一个，就是这个天生技也可以变成二选一？什么叫二选一？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场上剩一血怪的时候，你好希望这个按下去可以去撞一下。哦，你懂我意思吗？我希望那个可以变的话，看能不能把你变去精神病院。昨天聊天时，就是看到好多这种一血怪，好像头去撞，天之界可不可以改回来啊？你知道吗？人家改不可能啊，不可能啊，他就是让你换了啦。对，只是你会不会觉得任务德现在太强？算强。但你觉得应该要怎么砍他？不要砍最后，不是因为其实没啥好砍的，我是觉得没啥好砍的，因为任务德你要从哪砍？因为他虽然说算强，但他是打慢速牌组才有这个优势在啊。他打快攻的问题，他一直都是就显摆在那嘛。以前五turn就是只能挨打啊，是，你就只能挨打，你没办法，你没办法，就是没办法，就是只能挨打，就是这样子。OK， 对，那你简单讲就是，如果今天我要针对任务德的话，要么变掉，要么就是快到打爆，对，要么四块嘛，你不要带什么打头战那种吃 combo 的傻逼带的什么，你就带露宿那种，对不对？
或者是什么？你刚刚可以再重复一次 上一句吗？哎，不是，说过的话就不要再重复了，对，拖延我们播报的时间。我不会，不会，不会。他们停在这一段时间，大家都不做事的时候，很想要再停止。你刚刚说打头战怎样？什么在带的？你可以再说一次吗？打头战是另外一种人在带的，那种打快攻又想要凑 combo 的人、但是我想说，你如果要针对德鲁伊，那可能是纯快，甚至，我觉得托肯德也还不错，就打任务德的话，或许也还行。那你就是我不要去做慢速排组嘛，因为我要去针对他，那我可能就是尽量会推快。你可能说，我找不出四快，那没关系，我们现在互排组，你也未必要四快，你可能可以三快、两快，其他那边交叉干嘛？就是你刚刚很像人家在问我，就是你慢慢换这种哦，就是好，那我讲太稳是不是？没有，我换这种哦，然后就是你要我要那个卖那鸡菜，然后但你要三块还是两块？我只是想讲这个，因为他前段时间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就是他有三块的，你知道吗？我以前我知道，我以前觉得三块的蛮牛逼的。为什么三块的蛮牛逼的？就蛮多的、啊，一次可以吃很够。那四块的呢？四块太多了，太多了，所以三块是比较好的。因为多又没有太多。对对 对, 對, 對，我后来就觉得，就是这种东西，就是你当你吃到第三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变很恶心了。多了，对，就太多了，就太多了，腻了。我以前会一直很羡慕电视上那种，就是一些肥宅。然后他就是抱着一个全家桶一个人吃，你也不瘦了，你也不瘦了，但我也没那么胖。然后呢，羡慕肥宅，就他们是可以，就是拿着一桶在那边吃。哦，在那边数，试着看看，就是叫一个胖爹，胖爹，然后叫一桶，然后我发现我大概吃半桶就不行。哦，你吃半桶不行，我吃半桶不行，你是可以吃一整桶的吗？我不行，我吃一只就不行。这样就很可怜。我数几 K 都没塞、啊，数几 K 都没塞、啊，数几 K 一点。我来先进一下这个commercial 广告之后再回来。前进是一种本能，走向更远，走向更好，让自己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去探索更多的可能，只要你继续向前，世上没有到不了的地方。 Drive your ambition。 反派再度崛起，维持世界的和平，英雄在哪里？当邪威邪从天而降，我们到底该找谁来帮？挥别了探险者大厅，要踏出尘封的古墓，英雄在这里，整装待发，挥舞皮鞭，传说中的英雄就要出发去冒险。要面对魔法怪物，可怕的木乃伊的古老神秘传说，快集合，奥达姆守护者，出发！Thank you.
次战绩亚太区大师职业赛。跟着大哥走。观众欢迎回到炉石战记亚太区大师职业赛，我是主播阿妈，我是林医生。本次赛事是由三菱 Mitsubishi Motors 独家赞助 ，Drive Ambition 超级梦想千金吧。我要接吗？你可以讲一句，我可以讲哪一句？对，只要持续向前。哦，只要持续向前，没有到达不了的地方。没错、哦。不是两个主播要我接的不同句，有点尴尬，有点尴尬。哦，他刚才叫你接Drive Ambition，是前一句啊，两边不同句。所以你刚刚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了，快出来了。被你塞进去，快出来了，然后我马上拔掉。对，你直接把我塞满，把你抽出来。啊？你说什么？你说我在听，我刚没听到。你说什么？你不要每次都笑得这么淫荡，好不好？我说不好意思，再继续讲话。冷静一点，好不好？冷静一点。好，刚刚神秘的出了一个他的动物园。嗯，是什么动物园？我说哦，谁的哪家动物园是不是？神秘的下一场是动物园。OK OK OK。对，然后Tyler用的是德鲁伊。他也是应该是右岸，也是德鲁伊。他也是很神奇，保了贼却不用。嗯。然后德鲁伊，我觉得明显不是这么好的对局。对。他就一直上。这个对局不知道他顶不顶得住，因为十人的三副牌是德树烈嘛，我觉得德鲁伊都没到说，我觉得充其量好打应该是猎人嘛，都没到很好。那动物园这边。Surrender 几乎是没改版，几乎是没改版。那他是有两颗蛋蛋的男人，只有两颗吗？对，他好像只放两颗。因为我超威灵那一套来玩过的，威灵是放四颗的嘛，那个多搞症嘛。所以你跟威灵那一套加起来总共有八颗，对，一人四颗。啊，什么？你知道？一人四颗，没错吧？一人四颗蛋嘛。我刚刚跟聪哥加起来大概十颗蛋，你怎么加起来有十颗？啊，什么？他只有一颗。我是聪哥，我就跑过打。但前面也真的什么事都不能做，一定要被那个，你就只能一直被敲嘛。对，而且飞坦几乎解不掉。飞坦算蛮旧的版本，对，所以我说他没改版。对，这真的有点太旧，有点太旧。但是那个什么，成泰无双单卡动物园也是会走这个路线。谁？成泰，他的单卡动物园。无双单卡动物园，对，我只是重复的词用了两遍。陈太是，对，他是单卡柱，是吃饭的时候被扳手敲到，是不是？怎么了吗？那一套不行吗？我看一下，反正他也没上。单卡柱，我不知道。哎，等一下有他的比赛，等一下再看。这边是很快的无赖，然后接继续铺这个台面，那。完蛋！哇，这个泰坦帮都保住了，这个飞刀解不掉。我今天遇到一个丧心病狂的，哈，就是余文胜。余文胜不知道为啥他可以放飞刀手，然后还放飞刀手。然后你知道这种对局就是你十把被他塞中一把的，你就会觉得头很痛。所以为什么我会想要报复社会上一把就这样，就是他已经冷彩镜片，然后已经变一废了，那个天上骑兵啊，然后他就按了一下 B N， 然后放两只飞刀手，还两只都在手上啊，哦，这样射你好多、啊，直接全身都是，不是满脸，是全身都是了。可是这样子的读法其实很奇怪，对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他可以秀一手，然后他少两个，然后他就赢了那一把，然后他就觉得他自己很屌啊，你知道吗？我就不知道他屌几点。你不要激动，你今天生理期来是不是？你怎么那么激动？我最近你知道你很上火，我刚看你在聊天室那个留言什么的，很上火哎。冷静点好不好？多吃点枸杞什么的。你知道，就越认真玩这个游戏啊，情绪起伏就越大。越认真看待的时候，对，就代表我现在是真的是为了炉石粉身碎骨的。哇，这么严重吗？刚刚要选总统，现在要粉身碎骨，真的很气，你知道吗？真的很气。就他就赢那么一局，估计他那种打法，他也上不了传说。他就是可以嘲讽你，你很像 PDD 的酸民，你是等下 PDD 发文。你不要再逼我，限你三分钟道歉。等下我就发文了。什么这几个月在 R4 的心得，都是废物，什么那些什么那种酸文什么。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想要主牌讲求的是逻辑，要对对对对，逻讲逻辑的嘛，没错。逻辑，他那种就不合逻辑的，而且像你刚才讲的，丢了飞刀手，你用天降骑兵，你是少鱼人的，对，你少两拉两发两只，对啊。然后他就秀你满脸，就觉得他自己很屌啊。本来那个对局，我就是劣势啊，对啊，对啊，对。
好，投高一高四血，十一血，解完了吗？还没解完，解完还没解完，厉害了，五特才要解完。可是可以叠一叠一下，就是夹一叠就。你是故意要故意要？在想那个，我就发现我意见真的越来越跟你学这些专业用语，专业对啊，专业网站的用语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日本用语。易先生总是跟你学这些你知道我上次觉得最好笑就是那个哥斯拉还是哥吉拉怪兽之王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们好像是大恐龙那种对对对写成五 D 啦然后有人问我说那个那一只蝴蝶叫什么名字啊我说该不叫亚美蝶吧冷静一点，冷静一点。不是常常听到你这个笑话，都不知道是该笑不笑。每次听到你的笑话，我想笑的都不是笑话本身，而是想笑你这个人。我你知道，我觉得这笑话超级难笑，可是你的反应很好笑。我的反应，我都不知道做什么反应了，还能很好笑。这边拉了一个神灯精灵，一飞应该是没东西，直接做了投降了，直接做投降。恭喜 ，surrender。这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Tyler 这两把一直上。德鲁伊的原因啊，因为他这两把，像刚我提到的神圣三副牌，一个是德，那我们刚也看到内战了嘛，他多了糯米，多了伊利斯，他可以比泰勒的德鲁伊打得更后期。那另外两副牌分别是猎人跟快攻的路数，那你一直上德鲁伊。